泰国男星 Bin Pakpongkorn 出演过多部电影和电视剧，在泰国当地是家喻户晓的明星，也曾凭借演出 BL 片《激扬青春》在华语圈知名度大增。片中男主角中文译名为栋梁，因此许多华语圈粉丝也会以这个名字称呼他。年纪轻轻，星途一片看好的他，没想到却在23日晚间惊传在睡梦中突然离世，紧急送医抢救，人回天乏术，得年25岁。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，Bin 的妈妈曾试图要叫醒他，却没有回应，且没了呼吸，连忙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，然而还是回天乏术，最终宣告不治。遗憾逝世的消息更是震惊泰网，母亲对外证实儿子的噩耗，不过并未说明猝逝的原因，经纪公司也尚未出面回应。他在 IG 上的最后一则贴文是在3天前发的照片，招牌暖男笑容让人看了不胜唏嘘，粉丝们纷纷留言表示不舍，直呼真的不敢相信，希望他一路好走。